叶公子，我师门恩怨纠葛复杂，至于我，至今还不知自己为何失忆。若贸然收你为徒，只怕会给你带来危险。谢伯伯，我不怕的。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徒弟。就算有任何危险，我都可以和谢伯伯一起承担。 抱歉，岳公子，此事是我难以答应。不过，我不收你为徒，并不代表你不可以学习我的眼术。这几日，夏公子还需在静水湖疗伤。岳公子若有眼术上的问题，可以来找我相问。另外，书房里存有我修习眼术的些许心得，你也可以自行翻看的。 谢谢，谢前辈，你当年既然是因为寻找捐毒国宝指环而丢失的记忆，那我们为何不一起前往捐毒？如果能找到这枚指环，或许能帮助谢前辈找回一些记忆。没错，谢衣哥哥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你一起去捐毒。 我怎么没想到啊，谢伯伯，10年前你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，说不定跟那个指环有关。我们一起去，必然会顺利很多。谢前辈，祝您能找回记忆，想起更多关于刘月成的事情，说不定晚辈的师傅也就有救了。还请前辈相助。 此事确实干系重大，我前辈，谢伯伯，诸位小友，此事请容我再考虑几日吧。谢衣哥哥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你难道不想记起以前的事情吗？ 难道就不愿意想起我吗？前世繁杂，我一时还无法定夺。可是，没有可是了。你们若是余兴未尽，还请自便。谢伯伯，谢伯伯。